中野全花呢，兄弟。欢迎来到英雄。哦，难得打一级吗？难得打我的闪现吗？操作吗？我们这一级怎么敢跟地面操作？直接放个眼，哎，感觉这卡牌可以绕，卡牌要绕。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你不要 Q 闪吧，别吧。哎呦，我最喜欢 Q 闪的。还好我忍住了。哎，我本来想回家换少的，闪换闪。看我这闪换闪，我这样被让人三级就打死了。哦，他打我！对面这个打野才刚出来，多了，下路放开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哎呦，石头人跟那炼金打起来，打得过吗？我操，这小兵一人一枪，50滴血没了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他弄谁？弄了一个。哎呦，竟然还迟到了，我操！哦，小鱼再没了。这一滴敢跟你对，我跟你说。直接闪进去把他打了，我操，这谁打？我操，那边打起来了，我但是我支援不了。这他们这 AD 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他我没 Q 啊，他装逼啊，哎，我想把他约了，怎么说？哎，我操，他怎么把杀了？真杀吗？我可以把他 W 墙上再把他。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的吧？啊，大哥，我真想杀他，我操！想杀他。CD 的。他们说我是恶魔。错。上一把打的。上。上一波应该就把他约了。我没蓝的关键是。你太能吃技能了。吃技能。哎。哎呦！我倒是没打。在疯狂推线。你刚 Q 用了吗 ？Q 了呀！再惨那什么？你以为他看到我那什么才敢这样动啊？他随你这个来。我有 Q， 他敢这样玩的呀、啊？你我后面。哦，他你 Q 用过了是吗？开场勾斗我就 Q 了，然后这他就直接 Q 我。我看你好像没 Q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想理他，我浪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这别浪费。在我对面玩泰坦太痛苦。这边是路人。赶紧给中招，现在老好了。还有啥呢？我还双招，我还双招。他看看敢勾我，他敢。哎，我们这男枪12刀，好像没怎么刷，也一直在干啊。又打架了。哦，哎，哎，炼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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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炼金在干什么？不是这炼金在犯罪啊，兄弟。他知道这盘发育赢不了。过来乱一乱，还在，还没打。哎，这还有个拳拳，哎呦，我先拉走，我先拉走，我先拉走。他脚闪打我了，没准我会回来救你。太打没打，太打没打。他一定要死。哎，这拳拳要打我，真的是。我闪躲。不是这炼金怎么在这儿啊？太打没打到。还可以，能跑我。哎，早上不杀了，我以为他炼金不在了，他炼金在里面是真挺骚的。让我能杀了他再跑的，我操！他什么意思啊？快！
你他妈的五分钟下了五个人，我都不懂了，发什么东西啊？五分钟下了五个人，费力不是这个炼金来下路来了多久啊？来了三分钟有吗？不要啊！他不要上路。他怎么这么发育的？哎我被欺负了。泰坦也没闪呢。我操！这我们有点奇怪。干什么？自暴自弃了，对面那个佐伊。我刚打到不了他，没技能的。他回就回去了，这就不专业，你们懂吗？这一看就看得出来没打过职业。那打过职业是一定要被吐槽的。哎，这个线，他是有 TP 吗？谁有 T 啊？这个上没 TP， 为什么说八局正在路上？好久没给他睁眼睛了。啊，这波要是把他越了，他就心态崩了。卡牌能来？卡牌六啊。他没想来。我感觉时间上我已经把他换了都还可以，还没兴趣，他这波没兴趣。哦吼，有兄弟，春雪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太大没上。我们卡牌也能飞。哦，现在这里。卡牌能飞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但我是没想飞，打完了。没杀，卡牌都可以，全都可以上。没看，哎，这南墙别往后退啊！我为什么不上啊？天哪！我俩狼牌，可以，还行。中路要下路前，中路，我去中路蹭你经验。哎，这波有点难受。他屌都没屌我们，这波我操，我真的想卖一下的。这波不该卖，把自己搞进去了。AD 还三个人头。我被追到也被打死。推一波回去，就这样，来了。看看六级我们打不过了。我操，他又远兄弟，他妈的！你被干了吗？我又来了。我被勾到，我就死了。又一场大清理。来了，他 ID 现在他有闪，治疗闪不够，搞他，睡得好吗？你人好？我在直播，谢谢你们好，谢谢你这么什么话说。我觉得今天这上路跑了这么久，刀也没压到，三星家的吃兵啊！哎，这大招啥的呀？男枪死了好多，700块。我双招了。AD 900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依然听到他的声音。快六了，后面有用。哦，有真眼，挂了。真。快打六级啊！我就打先手，你打反手20，你可能会死啊。打不了先，除非我有兄弟。有兄弟挺好操作，我操！你就 K 二连他，他才这样子啊？是啊，我是 K 二连他，我是分杯的，我操！兄弟掉线，你单子钱吧。
左一来了，左一在这里来了，这里上面太碎了。哎，这波我可以卖一下，反正这波我兄弟都在。我们兄弟们都不在，兄弟们都走了。看一下有真眼，他们俩没有。有这肯定有真眼，这位置有真眼的。哦，小米他这也没真眼啊。他们俩都是。哎，老头，我操！哎，哎，我们打野在，我们打野在。要我看他吗？我有点几秒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。AD 辅助没事 ，AD 辅助两个没事。应该不用我干嘛了？那我还在保你。两个都没事。我怕你的。可惜了，他勾我了。再勾满晚一点，两个都得死。还有治疗怎么说吧，这个 AD 能杀吗？你感觉他过来肯定死啊，他哪敢过来，他会过来的。我还有闪现要连呢，他过来我就闪现要连他了。这也在这个位置不快了，我是觉得不错。怎么说不用闪现二了，我也不用泰坦也在搞，那不杀他了呀，这泰坦来了呀，不杀这大了，拜拜。队友倒了，有啥队友没啥，全倒了，全死了，这位置要被打。你走，我一上去。我看你，我可以不回家的。我来跟战斗。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来来来，我来了。我还有治疗 ，AD 没烧，辅助没烧，辅助点用了吗？也用了吧？对，用了，用给我了，最后用给我了。我要拼他，我要等你，我要等你，我要等你，我等你。他应该会这个塔。哦，对，要想 A 塔呀。我在等你，他踢了。直接踢上去。哎，他踢下面那个眼，我操！现在只能杀一个了。多久？上两个，上两个。用这个。兵连杀，兵连杀。还有治疗这里。还有治疗。吓我一跳，他上波没用。我操，完了！我以为他勾的是我。2.5秒，后面的人，后面的人。还能打，还能打，别打！我有治疗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眼睛又来了。这个，我操，没出来，眼睛伤害太高了。你被他背了，他附地，他附地了你。没有，他念进来那一刻我就已经倒了，没办法。没事，阿信。乖乖，这个兄弟，这个峡谷，我们两个打圣女，我感觉能有70-80%兄弟，但是就真的是赢不了吗？天津又咋了是吧？感觉真的太离谱了，这每一盘这么离谱，兄弟。他上路也没，他打野也没啥呢。哦，我要去把他杀了。这波，这波需要咋地操作哦？海里没啥用，对吧？就把他们上中野肥一点，然后感觉草地上有人蹲你啊，让我瞅一眼。还行，你是牛头点燃，这炼金都用了，也能杀。把你眼瞎了，我不是好人，用小龙，我们控龙吧，这火龙不是土龙就是火龙。哦，欠血，我打爱好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进来的因为欠血啊，我操！我现在没，欠血真挂好了。我操，兄弟，哇！啊，什么东西借了过瘾，不好意思。看这个海克斯，我操，救命呀！完了呀，这个炼金，你 Q 到我死不了，可惜了。可惜了，我又不知道我还有打不着。可以 ，nice， 杀全胜，这波石头人蛮强猛强，打不着。全死。哎呀，死他，以为他，死。
而且还前一波我刚好把点亚用到那点什么铁锤城的，我操，可以。还是有个梦男的。这不有几个兴趣啊？你是不是？被他熏死了。是。下波点亚留给他，这波点亚也给清绝了。清绝这波没到了。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他应该打先锋的。可能他会打先锋啊，不打完上面有军，有关应该打先锋的。他打过来了，你看一下。你看这个进去，防住他。搞兄弟啊，他们找个中单，但我们他们可能都会练金这波，但我们先操作。我先帮他把这个打了吧，这个东西要打掉了，他应该不敢追了。我就说吃现实风帮他们。嗯，没事，我再看一下，给他一下就行了。打掉了，打掉了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这不要回家了。哦，左一也跑过来了，我走了，哎，卡白，能跑不？我不在。我操，哎，还会打起来。上上上上。在隔壁直播间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练金，我感觉练金来可以打，上。哎，不是石头人，不是，他不来，不来上。吓死宝宝。还行，我们太难吃了。这把我们我技能先捏死一点，应该挺好打。这把技能不乱用，不着急用，捏死一点。等千羽开大的时候，我把刘哥也弄死。慢慢打，还行还行，这个还行。现在男枪也黑，他们全技能杀我一个也没用了，现在不会杀我了。电竞有闪现。练就我点燃了，杀他也挺好杀的。他如果再进来，只要腹地不是附到我的话，我直接秒他。哦，我这个位置还可以，对吧？给他杀进去。我这把爆炸果实就过去了。炼金，我想杀炼金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看我。我操，对不起，太拖了。真是笑死。熏死了，熏死了，快跑！要给我熏死了。你不到这边去。哎，他怎么打？这是要干？拿一下。哦哦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二点看了，二点看了。卖了，卖了，卖了。他踢了。我不走了。你有大吗？拜拜。嗯，卖了个好钱呢。操，你打的挺痛的。我打他很痛。建议走一。对。他有大吗？多少秒有大？有人大爆了。我操！完了呀！坏了，他还用闪的，他用了自己的闪，用了自己闪。坏了坏了，兄弟，我这波没闪了。他怎么会往下面睡的呀？他应该我正常走，应该往上扭呀。这兄弟往下睡，预判我往下扭，有点难受。这波你看，我真是了。打龙吧，我下一回有这个了。哦，我操，史密斯！打小龙这波，来来来，哎，他双星没闪，双星没闪，倩姐这波大好不了，这波打他前排应该就能。哦，我操！哎，
喂，我没有你啊，没有你咋打我的？这是什么？好快的音速啊！很好。那你去打小红布。哎，好，领导可操作，双击操作，来来打不死啊，打小红布，真打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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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偷了我们的龙，你知道我打不了。你们都过去炼金，一个人就哎小心你们，哎炼金没啥，炼金没啥，炼金没啥。你们这个出来，他们小龙跟我们打不了。打得死吗？他是没伤的。还有秒表。我都给他拼，我给他们拼秒表了，看他对脸脸上打。看来这是要杀的节奏，感觉有绝杀，伤害挺高的。两个人一起往前冲，我操，惊呆了。我操，这两个。你们小心，我不在了。哦吼，完了要出事了。卖了，还不卖。我过来了，好，你快来。好，应该。看到这边要怎么跑？哎，他交易会减少线，左右会减少线。可以，听到吗？进去，可以进去，可以。我操！还行，卡牌好像能杀他。哎，可以，卡牌挺细，然后伤害不够 ，QQ 飞，这卡牌还挺细，但伤害不够，飞过去送了。哎，还行啊，他们拿个大龙杖换人头，只有一个了。我没有龙魂，你想不到。哎，他没闪，回了原地回了，他没到 buff 就是了，死了呀，鬼子，赢了，终于要赢一盘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两个赢一盘这么难啊？我幺七八，我先带你看幺七八看一下。哎，这兄弟，还不，还没打呢。打这么多，哎，来个中的，来，去看，去看。我有点快好了。这边应该还没死啊。哎，我操，差一刀。哎呀，怎么雷鸣啊？哎，他把你卖了，要不算了。卖了，那就卖了。哎，真慌，打我好痛啊！无尽，捡你的 boss。他两下把你打死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没事，关键是这泰坦没死，回头套了个大脸，可惜了。还行吧，三换三。你被击中了。我这不火炮了。对面这千珏是个大问题，兄弟，还好我们控制够。他现在有点猛的这死线。哎，没事，他十五的闪现连他动不了，反应不过来的。可以的，卡牌等一下有火炮了，那我们好打团。左翼这波有闪，内心这波也要有了。内心还有是什么？神眼，那这泰坦没闪。怎么说？我位置还可以，但我们的兄弟都不在。算了。死亡，我位置是真可以，但我们兄弟都不在啊。为什么他俩还在带一个线啊？那中打是不敢，等你打，我们俩都有闪，我这位置真完美。对啊，
我这不位置无敌兄弟，我那十人的位置往上走，好吧。我等级解决了，没有解决了，知道吗？你有在哪儿？在你们那边的。我操！我操！哇，他伤害太高了！哦，我这波终极经历兄弟，我他妈一个人打死了三个。我们这些人不去杀那两个人，应该这边他们不追就好了。然后被他背出去，我现在他要去追那个谁，追那个 AD 去了，被风筝了，被左翼风筝了。出什么呢？这对面清理六个装备，全是输出，跟我一样，我也不出防御，出锤子那个，出锤子水，出水银有什么用啊？当我吃到左一睡的那一刻，就代表我们这盘输了，我什么技能都不能吃这盘。你看我们的队友呀，这波你小心，这波真要小心。不闪。哦，这波你要小心，我这波现在连那炼金，要不然呢你会死在炼金手上。他们泰坦现在什么也不干，就走过来给我个大，一退就没了。快吃吧，我好。几个？哎，炼金在哪？哎，小心被熏死了，你们要。被熏死了。大龙，我们都攻击大龙吧，一波就一波不了。那我他妈想被他秒，我也知道，我应该不怎么想给你。好，运气有闪的，好，我歪脑，他应该不会来了，追一下吧，左一，左一在上面，在那里面打，打，我在这等一下面前。不是这个炼金也太皮了，兄弟没眼的，来、哎、我还有个字，好像这也太皮了，玩的太皮了，萤火上面有人吗？哎，有抖音吗？拼了一下，哎这有个抖音，我操！哎兄弟，我们俩别回，欠缺，你这哦，太难过来给了个眼，没给，欠缺，来这，他要吃这波兵线的，你海克斯 ，OK， 海克斯。一波啊，快点来啊，三个呀，死三个来一波了呀，我有这一能要的，我要选了，哎别来一波他们这两个守不住的呀，中上别给千珏操作的机会了，一会儿。练技有难，他没到兵线。他秒了呀，撞他。可以。这为什么不撞他呀？我肯定死了，摸不了了他们。哦，他撞这个炼金就好了呀，这撞左一去干啥呢？有点尴尬。还行，他们好像也打不过我们。明显了，明显，就明显，没吸起来，没鬼刷。谢谢搞点麦当劳七七八送的一个火锅，谢谢。哈哈，哦，完了，这也没好没杀他。你们不要给他拼武龙机会啊，武龙被抢我们全灭了。你红包没了，我也不需要射他，就下路吧，加打不过卡牌可以飞偷加大招偷加呢。其实这种偷加他两下也就没有塔，没有那个什么，他是说明他塔
对，他也能 A 掉。但是要没人，这波有人守就完了完了。那不用说回家了吧？老是我牌，不要来。卡牌还在吃鸡。二连的，这个电机电机电机。太大了。哎哎。五毛。他家要没了。哇，我一直没一，好气啊！哎，我这波能操作的，真的。妈的，我闪没了，坏了。哇，这个20的 CD， 我30 CD 就有一了就好了，真的难看。这兄弟这波出了个这个。这波说实话很妙，本来一波结束了的。痛，喝个大药，先挂一个。没卖，好险，挂。好，妈的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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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影魔刀是锤子，要什么影魔刀啊？吃个技能就死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的 so easy。都磕一下，就不会磕头的。我被秒了就秒了，没办法，我尽力了，兄弟们，已经两波可以赢的，但是队友浪了。这盘如果我被秒了，大家请不要喷我，谢谢各位，好吧，我会尽力不被秒的。但如果我被秒了，大家别喷我，因为我们已经赢了。我的链接我能把他推走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队友骚了两波。别，可以，来来来。这波我没闪，不要，我们五龙他都加了，没打五龙，干了，没有啊，这波 AD 我要打，对啊，这波不一定打得过的，这泰坦我感觉他老是有闪现大，我的想法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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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闪现被打了，这兄弟怎么干？别他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办？我们打五龙。他们别急，别让他打仗。哎，蓝枪干嘛？哎！别急，我很猛。哎，我点。二点。可以，你下个小点，再过去。他打不过链接，给我 A。来死！哎，怎么这么简单的游戏打得这么难啊，兄弟们！难打，老难玩了。